确实，梅姐说的对，现在不是我挤眼泪的时候，我现在要好好的把欣欣的所有事情给她弄好，然后带好欣欣月月，弥补这几年没在家里面对他们的亏欠。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苗。梅姐今天去给欣欣开家长会了，开完家长会之后，你戳到我了。开完家长会之后，回来整个人都愁死了。你跟大家说一下你愁啥？今天老师说欣欣她有资格参加学校的高远少年评选，让我把欣欣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所有试卷那个奖励奖状全部拿出来给她整理出来带到学校去。最重要最重要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你写800字的事迹来夸欣欣。夸我？妈妈你不应该烦，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的。妈妈没有烦，妈妈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就是这800字有点难为妈妈了。这不整理不知道，一整理吓一跳，原来咱家欣欣也有20张奖状了，这满满当当的一摞。欣欣啊，哎，刚刚你奖状的时候我还没发现你这个还有点牛逼，我感觉，因为你看三好学生老爸小时候从来没得过的，哎，这个优秀学生更别说了，你还每一年都得，每一学期都得。那是啊，我是个大才子。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哎，你怎么会知道啊？那一年级到三年级你压根你就没在家。你知道个锤子。梅姐说的还真是，我欣欣大班的时候我就去重庆出差了，然后一直到去年我才回来。刚刚理这个东西说实在的，理的我这个还有点热泪盈眶，就是那种感觉。你玩啥？我真的是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欣欣从一年级开始到我也没陪伴她，然后呢我就，哎呀，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哎呀，说真有点想哭。大哭不哭？好了好了，够了，别在那里挤眼泪了。啊，给你赶紧想一想，等会儿我们这800字怎么写？先去构思一下，把大纲给我理出来，晚上还得加班呢。确实，梅姐说的对，现在不是我挤眼泪的时候，我现在要好好的把欣欣的所有事情给她弄好，然后带好欣欣月月，弥补这几年没在家里面对他们的亏欠。我去写大纲去了。你笑个啥呀？你笑，人家在真情流露，你笑什么笑？我，你以为我是装的？你缺少孩子陪伴，你怎么想想我三年的样子？不是我缺少孩子陪伴，是孩子缺少我陪伴。拉倒。我跟你说不着，我现在去写大纲去。老苗这家伙写大纲都写2个小时了，你这欣月都睡着了，我早都洗好了，他还没拿给我，也不知道到底写成啥样了。我现在去看看。你好，哎呦。这什么坐姿啊？好了没有啊？我现在只写出来5点，就是800字大纲，就是家庭生活、周末活动、爱国什么、公益志愿者、尊师孝顺啊、孝顺孝顺，写错了。发癫吧！你要早说，你憋不出来，你早跟我讲，浪费我2个小时的时间。妈，800字，你给我列这玩意儿这大纲，我自己不会列大纲，让你讲啊？哎，不是，刚不是你让我列的大纲吗？啊，这整体要写出来，你写，你干嘛？工作总结啊？你让我写，是老板啊？你让我写800字是吧？800字肯定用电脑写，谁现在写东西还用手写？所以说你让我列大纲，我就写大纲，你写你，然后你下庭生活，你再把这个细分了再写嘛。你白瞎我2个小时的时间，我都困死，我一直还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那你写吧。我是搞不了这个了，这个事情只能你来办了。你真的要把我气死，气死！你有毛病吗？你打我脸，你是不是二傻了？知不知道现在已经12点多了？再几点也得把这个给写好。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不能拖欣欣的后腿。那就你这样就是在拖后腿，还说说屁！你别指我哈，你再指我，我跟你说我也指你。你现在已经在拖。哎呀，我先睡了，我实在熬不住了。梅姐，早点睡啊。这道还别再打乱我的思路了，烦得要死！每次想写一句话，然后被你给搞得不知道干嘛。终于写好了，我这在这里写了2小时，老苗的呼噜声他就打了2小时。吵死了！
天天说自己不打呼噜，我今天拍了视频了，看他明天怎么说。6:48了，起床了，闹钟响了。起床了，起床了。那今天起来，我带你出去吃早餐。带我？我又不上学。起来吧，月月。哟，今天起那么早，赶紧起来了，我们出去吃早餐。这肉粽给我拿两个，豆浆给我打一杯红枣味的。来了，你怎么做这么偏呀？赶紧吃吧，等下上学要迟到了。今天早上吃粽子。你老妈昨天给你写那800字，写到凌晨2点钟。今天在学校如果评选的话，自己也加把劲儿哈。咱们争取评一次就评上，好不好？去吧。加油啊！希望今天能有个好结果，也不辜负梅姐昨天写稿写到凌晨2点钟。早上我看了梅姐写的那个呢，确实梅姐的文采会比我稍微好那么一点点。